这都 idea 没米达就，可能个人在就谁湖南是8月29日，帮他们在要去105年前在原住民保留地权利恢复受证仪式，我说没咱们的了，怀念我们等着你下个间在就，现在权利恢复了一下土地权状，啊这次上等着就诶，走到当年我们等着了咯 ，I will view you。我是说没意思啊，我们等着，反正是那回来拿子，我们就我们等着连多少，把那上等着买卖，起码跟那主席买着，我们等着固守。然后人民会主委现在，我在上等着，得把那诺曼尼我们等着，毛队走到当年不和你得做，我们等着编列了以上，把奥什曼尼我们等着，因为我吃了人家委会，把我们等着把奥什曼尼那得我们等着都努也要当年不。恭喜。也没明年在格林国就三个级乡镇级的原住民族，我们等移民到现在原住民族为了一将八路儿，后来呢在花莲县长傅坤启的木就带你也怀念我们等在你一个将等在延保地所有权，移民到现在就只要新人在就所有权，后来呢我们等在没那么那现在就证明权状 ，anyvo 想我们等在，而这次呢我们的国家不会走到达那步。哦，很高兴。只不过来的太久了，之前跟我一起去办理这些的手续方面，啊，那些老前辈走都走了，得不到这样的啊消息。后面的我现在还在办理当中，啊，快与慢，未知数了。我大都十年多呢，哎，绕手都卡不绕。马来都还还，很早都，马内马来都阿过。因为花莲县政府和我们等在做多吉的现在延保地权利恢复受证仪式，我是说明他们每次讲等在都很好，马个什么等在，但这个只好把做一边来现在做权利恢复我变的你啊。不是买着，是买单个什么等着？我到跟你去做么？俺等着是多给单的不？我就说是那么等着，我是那喜欢那点等着喜欢。因为原住民族委一张八路一千张，那106年点等着，编列了预算包是吧？嘛你嘛干等着？因为我吃那点等着，我到跟你去做好吧？都是那样喜欢。200多个族人，也就是200笔的土地呢，我们逐一的把保留地的这个权利回复给我们的族人，那总共有。63公顷多的土地哦，来逐一来发放。那如果人力不足的话呢，我们也希望透过委外的方式哦，来按照采购法的方式来委外，让我们的整个保留地的这个回复呢，能加速来完成。因为原住民保留地征划编的业务，还有那么上面等下104年，我咱们的人家带入他的现在经常性业务。啊，那第二项等于叫做不单单第二项等于叫做多给他那部，啊，副项等于叫做多么是个那么项等于叫民国77年2月1日那等于是，然后呢，项等于叫中央新路马美金叫多起什么项等于你，第二项等于叫别的说对啊，方的相关的申请资料和我的乡镇施工所和，俺们得多给他现在征划编了延保地，啊，这个人民会挖掘项等于叫我是那把小那地方小肉点等于叫我村那点等于叫我和把都。我说你买家店店长子，莫得会做你服务，阿爸不准你便宜。